网友脸书留言，图斜线翻摄自网路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引爆韩流，选前夯，选后更是强强滚。然韩风头之见也让许多绿营人士及其粉丝相当不满。有网友想对韩发起罢免，认为动员20几万高雄人联署应该还算轻松，然消息传开，却让绿粉们集体哭求，表示绝对不行。因为一旦如此，将逼得韩直接去选总统并且当选。韩国瑜主打货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，上任后首重观光与外销，找来许多艺人担任高雄观光大使，也成功销出多笔订单，更刷新交通景点记录，却也让绿粉气扑扑不是滋味，大酸特酸外，甚至号召发起罢免，认为找来20几万高雄人联署应该不难。消息传开，全让许多绿粉同胞焦急万分，集体哭求绝对不行。有网友直言，上次把他从北农的位置逼退，而造就他后来当选高雄市长。如果又要用同样的手法，把他从高雄市长的位置给拉下来，那是不是要逼得他直接去选总统呢？那万一又让他不小心选上总统呢？中时电子报。